目前位于关岛海域附近的双台天鹅以及闪电已经在凌晨两点增强为中度台风，尤其是天鹅正加快脚步持续朝台湾移动。但是天鹅会不会对台湾有直接的影响呢？目前各国的预测是看法分歧。根据气象局路径潜势预报，比较接近台湾的是天鹅台风，已经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240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0公里朝西北西前进。气象局预估最快周四台湾就会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零星降雨。至于天鹅是否会直扑台湾，各国看法不一，但不论是哪一种看法，可以确定的是周五之后天鹅势必会影响台湾的天气。